耶！ Yeah, 欢迎来到内裤侠的不知道干嘛单元之挑战时间。这是对了吧？对了。大家好，我不是中和佳佳，我是中和阿密特。用他名字哦，改名了。可以听到吗？可以可以。会听到。好，我们下一位。那我今天是大波林佳威。我是内裤侠之刘德华。今天我们要挑战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挑战在最短时间内把可乐喝完，唱一首歌，而且要没有打嗝的状况下。太难了吧？你要把它喝光哦。对啊，可以啊，我上次拍片有喝掉，来，请看这个影片。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有把它喝掉？没错，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会把它喝掉，好吗？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。我们今天要唱的就是蛮有名气的这首歌，就叫做《祝回头》。那我们就从我们的李佳薇小姐，大虎李佳薇，喝光哦，应该还没喝完就开始，准备好了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So sky name， 哎，是这样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佳薇现在非常厉害，我已经感受到佳薇后面喝了这一罐非常的煎熬。哎，那喝出来。哎，感觉他已经喝半瓶了。你是不是两瓶都喝完？就快喝完了哎。好强哦！才44秒哎，15秒哎，他说不定能在1分钟内就喝完哦。我在那里会出来，1分20秒。哇，他真的很厉害，拼命！你要马上唱歌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一个一个一个的，就一杯一杯一杯的，这爱的融化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冲空。什么？他竟然优雅哦，他优美优雅，太优雅了吧！他在1分59秒内把这所有事情都做完，他为什么可以不打嗝啊？他刚刚有，他在拿下来，已经先偷偷打嗝了。他刚刚没有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呗，来哦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请问你嘴巴停住了吗？他现在嘴巴在一个弥留的状态啊。可乐放在里面。对啊，28秒了哎。可以。阿密特的喉咙一直在咕咕咕咕咕咕啊！你喝很快哎，不是开玩笑，剩几秒？45秒了，我已经感受到他已经快喝完，快举起来了哎。我是中和水鬼。水鬼。你的气氛到我了。你看我没打，他现在气一定很饱。哇，好大啦！OK， 请唱。阮一支一支一支在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，请你阿兄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冲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1分44秒。1分44秒，哎。他最后那一句很像宿醉。前面是1分59秒，极度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现在极度的想要，我压力好大哦。我们给你一点空间，给你一点空间，打雷一下。你们两个有点强，我觉得应该要来个1分钟内吧。我想要看看，就不能对不起雷鼓侠的称号。对啊，预备嘞，3、2、1 ，Let's go。灵感有道理哦，他喝超快的，他现在在调换气，还有懂哦，懂瞬息哦，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，眼眶泛泪，你何必？他那么可爱，我一喝，喜欢吗？这么好喝哦，现在时间是10秒，他偷打了一个嗝，哎，他快喝完了，等一下，哇！阮一支一支一支在点。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，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冲空。
刚喝完，真的是怀疑人生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成绩。我们的大厨李佳薇分数是1分59秒。我们的中和阿密特分数是1分10秒。啊，我们的内裤侠1分02秒。我没有分数，你们都有分数。我想1分。大家1分几分？会1分几分？我们的。你的名字中和阿密特，现在是0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内裤侠的不知道干嘛单元的挑战时间，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游戏，看看我们谁究竟最后会拿第一。那我们就下期见了，我是内裤侠，拜拜拜拜拜拜。